快手。快手。我问你个问题。嗯。如果我和你妈掉进河里了，你先救谁？掉哪条河里呢？啊？我不知道掉哪条河里呀、啊。你不知道那不行呀、啊！你不告诉我你到哪条河里，我怎么去救你们嘞？我是说，如果掉河里了。如果掉河里了、嗯，那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认识如果。我是说，假如掉河里了。假如，那我更加不认识啊！他掉河里关我屁事。你打比方，比方我认识啊，他是我好朋友，你为什么打他？哎呦，做出行行行，我不会。公主啊，你说赞普如果知道咱们干了这件事儿，会不会？会很伤心的，公主。不好意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哥布加，你想做什么？你的谋划瞒得过赞普，但却瞒不过我。来，送公主回宫。可不下啊，赞普成功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